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这里不来啊！讲的名誉智慧，暗喻烦恼，名呢，毗卢陀的地灰，阿弥叫做烦恼啊。修道之人，假使不以智慧照破烦恼，这个我是一般咱的修行的人，最重要的代志。咱有智慧的时，咱会照破烦恼。照破一切烦恼，智慧灯能破万年的黑暗，万年黑暗。那么当今，咱以易经妙法开启大智慧，但是要开大智慧无简单，所以咱的伏羲大如来咧，伊咧画卦，文王周公孔子主宰圣贤，转。系这样词，和咱有所依据来读这书。鬼谷先师，各个人时空 X、Y、Z 各家人，和咱也破除一切烦恼。所以《易经》是一盏明灯，易则一盏明灯，一旦能破除万年的黑暗，万年的烦恼，咱一般咱要的修多时就是这样。就是这一种信念，爱见认识，无始生死平和出离呢？无受依赖生死凭什么来出离呢？这个生死都是一般咱凡间人所讲所修行开灯去啊，好多死，搁出世好多生，阿弥陀佛啦，那有可能？动动都要出世，世世出世。哎呦，咱若出世一届，对妈妈腹肚底排十个月。有诶未生，未生诶，八九年才咧母子认同，到尾才有生。生呢，搁从细汉饲到大汉，大汉搁修多生，无甲搁死，已是百年身。那有遐个生生死死好去，这里合作。去探查究竟呢？生死都是咱的念头。咱即摆过半点钟要结束啊！我讲半点钟，恁就生气，今日要等呀？好，过半点钟去煎熬嘞，再过这个地方嘞，恁就袂到家。哎呦，这烦恼一家家族生死掉烦恼，这叫做生死。你放落来，烦恼大，毋知塞车无？又升起烦恼，会塞车无？的路况报道，路真顺，那么袂塞车，死掉烦恼。所以咱念头都一直在生在死，所以升起烦恼，你都死掉幸福，升起咱的智慧。让人死掉烦恼，所以生死死生死生生死的，根本是一个重叠的物件，无可能死甲生离偌远，无可能死生生死马上拢夹到一堆，你听有无？恁下个月以后落山要倒去食饭，恁有想到无？生死烦恼，今暗即顿嘛要食啥？是毋是啊咧？
我人拢是生死生死，生死生死，死死生生嘛。咱若管了正确者，恁人生会很快乐。然后老师，恁若袂烦恼，烦恼嘛是有啦。不过烦恼甲欢喜，我头都是会啦。我烦恼甲欢喜，我甲头都是会呢。哦，好去变来变去的，多变呢，管他呀。烦恼嘛，恁兜会想，想起嘛，恁兜会，啊嘛，好去好去变。这说咱人的世间，咱拢生死拢跨在一起，但只是重叠，但只无分开，讲是生死不重叠。你要买股票，这买了会趁钱无？买，搁续来趁钱无？升息买股票的信心，会趁钱无？是的，迄烦恼都来啊了，烦恼来啊，哪有可能烦恼生死分开呢？分袂开，啊，人啊，一世人开若要当时，哦，我现在已经63年啊，哦，也未当伊，当时要当嘛，也毋知，时间到该当就当，迄叫生死呢。啊，咱两头时时刻刻拢有生死，现在要阁看了，我目睭花花啊，生死烦恼，啊，我挂起来死掉烦恼，啊，你知影意思无？啊，所以恁的生死看足宽、足广泛的，恁的生死恁都袂白了，正个生死。若无吼，你敢若为着画一个大师哦，恁若死了以后爱安怎嘿？死了都爱念经哦，迄8小时袂用敲叮当。你敢若大脚大想讲8点时，那8小时袂用敲叮当，咱都还袂要死啊，烦恼还是要死哦。啊，等下到死的是敲叮当嘛，无要紧啦，对无？管他安尼敲，总是伫破病的时，都比死8点钟较艰苦较济咧。8点钟就差个偌济，你能想到无？哦，所以咱禅宗的生死问题，就是每一个念头。那么你的生死烦恼，当今有什么法会当解除的？咱已经中文赢啦。无其他什么方法啦？你跋杯，你讲哦，我这样好教诶，不用跋杯，跋杯咧唱个落地下底，无人看只沙太空。哈哈，迄嘛是生死，啊，个个甜甜伫家己身躯，家己心肝内，跋都跋嘛，想飞就想嘛，啊，笑飞嘛，阴飞嘛，对不？神在在啦，灵在在啦，啊，做工啊灵嘛在在啦，你着咧，我有啥代志，请你爱灵性啦。你爱指点我正确啦，那无因果你爱负责个。这部对，咱林贤楼师兄，咱大姐师兄家己做诶，迄条做桑葚上游记诶。桑葚汁啊，上油脂啊！原来我来食的，要食的是，哎呦，遐甜！到尾有一天，我去咱黄教授、黄珍珠、黄教授因的祖厝故乡呀，伊的这边阿兄呢，伊甲我讲，伊这桑葚吼，会用的治射护腺。我因为60多岁啊，受限消化有个消化，可能开始咧运动啊。我迄天呢，我足惊酸诶。我原来就是惊酸，也有生食。好啊，生食用水，生生甲食咧。食十外粒咧，天个早起来，会放尿继续顺咧，继续顺咧。所以咱咧贤老师、洪秀讲师咧，伊就冲上身来，我都甲啉落啊。啉落咧。佫真正佫袂歹哦，我毋是甲伊讲过，我都拿受限的人食桑葚哦，这是我家己的经验，对无？这嘛生死问题嘛，生死欢喜心，死掉烦恼嘛，安尼嘛，所以各位，咱爱有智慧，一盏明灯，照破万年的黑暗，都是这意思。照进无限的黑暗空间，就将妙法传出来。
还是有进，因为咱讲出的声音，我才讲上好听，你不要听尔，外号都无听呀，路都无听，还是有进，还是有进。好，咱再来，生死平和处理呢？好，四曰烦恼即是菩提，是安那烦恼菩提？当时释迦牟尼佛看了生死问题，烦恼遐济。啊，那一家化缘出家修行，解除烦恼，到最后在菩提树下底下悟了道。啊，悟道以后呢，到尾叫烦恼证菩提。你烦恼的时候，就释迦牟尼佛替众生一起烦恼，赶快享受烦恼。那么一在菩提树下悟道啊，证明着咱人烦恼。啊，拢由自己而生。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一定破得修卡正道，一所谓烦恼，那么烦恼过去烦恼生老病死，足侪人生老病死的问题。啊，一家未出家，未修行，找到生命的真谛。啊，所以一直破得修卡看到自己的本性，然后看到所有众生皆有佛性，众生啊，等等拢有生命，拢有佛性，是安尼意思啊。所以烦恼证菩提，啊，那无得菩提修，佛祖伊嘛未开光，啊，无二无别，本来菩提个烦恼是共共的嘛，菩提一提啊，如如不动，咱人有烦恼。啊，那么你会少哈济呢？那么说两章无二，咁样以后的人，这样叫做烦恼证菩提，就是佛祖一定要开悟，叫做成就无敌，迄条都，迄个菩提大道，成就无上菩提大道，无上，就是讲菩提树下。哦，这里佛陀佛祖底下开悟，叫做菩提道、菩提道。我们家开始，我家咧种一个菩提树，啊，种菩提树咧，其中有一样菩提树，现在咱净土啊净土门那边种过六丛的菩提树，大丛那个大，向后有一间咧，一丛像安尼咧，迄丛袂大。向我说死，我阿孩啊！我这布施这张菩提树的人，一定命在旦夕之间。阿多咱立伟师兄、因妈妈啊的朋友，伊所发心的种一张。阿多嘞，打起来我啊，迄张无来注意啊，无几工，迄位菩萨化身的人煞死去啊！你看，对咧死。啊，动大差都动，但系都是死。咁啊，起厝咧，我同阿娇娇去啊，去边啊去啊？哦，菩提树迄种啊，落叶啊，落到你身，你唔扫个歹看，要扫个无你性命。到尾我做咧，甲提掉去，歹种啊，迄个烦恼个菩提岗位啊，我甲菩提提掉，我都无咧烦恼啊。我菩提树甲错掉歹种啊，我都无咧扫树许个烦恼啊。所以烦恼证菩提，烦恼到菩提拢是共公司的。啊，即以后人哦，因为在赞叹着迄张菩提树的功德，啊，佛祖啊，伫遐成佛的，哦，就是安尼来，哦，本来没有分别啦。若以智慧照破烦恼轴，处世二圣见解，啊，阳路等机。啊，咱这里若以智慧，当然要用智慧来照破烦恼轴，这是二圣的圣解，理性不是大圣。那么要从牵涉到因果律、因果论，无因假就无迄个果，无恶因就无恶果，无善因就无善果，
甚至从因果论，所以烦恼为了救法，啊，用地为了救烦恼。当然，一般人还在学修道的时，这是非常正确。但是真正开悟的人，烦恼本来本无烦恼，智慧本来就具足的，本来就具足的。所以，咱若无智慧，烦恼就来；咱若无烦恼，咱就袂去激发智慧。所以，菩提道就是有烦恼，才会去激发。再造出地灰，这两者都是一。羊跟鹿啊，嘛是动物，嘛是一娘。羊鹿是属于一，是动物。你给动物分的作这种哎，你把破坏去啊！还是动物，人还是人，生命还是生命，烦恼还是烦恼，智慧还是智慧。所以本来你要有智慧，一定爱有烦恼，才会去找智慧。一个人好烦恼，干了才会去病入发专心；一个人病久了，变名医，病久成良医。这是这个道理，病久成良医。你若无病，未去找讲这个病是我伫倒位来。咱才会去试探，才会去寻找解除烦恼、解除生死的因果律。所以各位，咱大家有烦恼的时，一定爱冷静去找原因，一定爱去找原因。原因伫倒位来，即使已经发生足久的原因啊，你嘛爱做重新去甲检讨。重新去思维，重新去弯弯来，弯的是对对来，做袂好是安那，你爱想想的对安那来，直直想想到想啊，原来就是安那，我无咧尻川食咧泻药，今仔日才闹咖呢，尻川呢拢血全血水，你爱找原因，找原因了以后，一寡动作爱做，你静下来，你第一。家你守护神，家你护法神，恁家的神，恁的祖先，恁的公妈，完全记住，我某某人，什么代志，安怎安怎安怎，我知啊。原因对当时，因为什么代志，种着这个因，才有今日果。我地主欢喜接受，我以后绝对袂过犯着。行李，对不起，我跟你讲，这所有环节上一直直提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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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过去，这就是修行安尼，这就安心。你若无安尼，你都要做什么？哎呦，骗人的啦！哪有可能你安尼就开悟？哪有啥子成就？哪什么解脱？没损失都没损失，要解脱倒去。而寻找到最原始的原因，这是一个想破的方法，二圣圣劫、阳路等机啦，上根大智，七步如是啊，上根大智慧的人，拢是安尼，什么？求得心安，尽职尽责，尽责任，求得心安。咱是世间万行代志有足侪足侪，互咱烦恼的，一定有原因。所有烦恼都是咱的佛菩萨在甲咱教导、甲咱教示。所有烦恼都是咱的祖先在甲咱提醒、甲咱警告。咱一定爱找去上原在，咱家己心内家己想到啊，卖讲出来，无人知，家己享受烦恼，而且烦恼家己享受。免讲出来，互别人享受；讲出来，别人我都替你去来领受，你知意思无？所以我毋只甲咱注重的同修师兄，咱真诶，遮大家拢真慈悲。恁无必要将私利一家
奇奇怪怪，恁都看袂到诶。啊，唔卖来讲哦，厝边头尾去着替恁斗烦恼，恁都够无滋味。哦，恁那是安尼嘞，但那是一个魔呢。甲烦恼讲吼，厝边头尾去听，啊，伊若无法度甲恁斗解决，你讲烦恼，互人加上了烦恼。咱来世间大头已经都够重啊，咱是安尼将咱的烦恼无开悟、无智慧的物件，佮讲哦厝边头尾甲恁斗歹呢。但是你讲话听，我唔安尼想呢。你若讲你的烦恼话听呢，我是用一种享受呢。啊，有共款无？那么修行，你讲烦恼话听，一度烦恼去飞蹦的蹦妄语。那么咱来学多咧修行，嘿嘿，你烦恼讲话听，加减讲，我有时间就听，无时间恁家己听，无时间。家己听，恁就家己去享受这个烦恼。恁若安尼时，我阿你讲，恁今日大家拢开悟，拢见性。因为讲老话，拢是动物，啊，恁拢是上圣的、上圣的啦。恁安尼修行，安尼就对啊嘛。安听有无？啊，所以咱所有一切烦恼，要一个方法。以前咱一个师兄，吼，伊个摸一个玩具，我真简单嘛。哦，你对镜，人咧对面迄林木，你直干咩？该讲直干咩？妹妹吼，只要我牛累哦，叫伊莫叫牛累啦，叫伊莫叫牛累啦。啊，伊莫咧喘一个啥物，你甲叫牛累。你若伫镜内底咧甲我笑咩？伊伫镜内底伫甲伊笑咩？啊，伊莫伫外口撞开，啊，伊内底咧，伊的心魔走出来啊！啊，讲到尾咧。伊个守护神、指导神，啊，甲伊个原来是伊个像，开目睭，化作是银幕伫个烧麦，惊一条阿伯含幕含家烧麦，含家烧麦。啊，伊个甲问我老师讲咧，怎话呢？我银幕有修行个啦，哦，处处都知。啊，你吼看看吼，我幕唔爱咧写念佛咧，那一点念佛，人个性格嘛，伊性格正嘛。哦，不要对我偌好嘞了。啊，你嘛不用讲，你莫袂安尼啦。啊，好，你好伊一家人，啊，干咪就哎，会尊重他人嘛，尊重他人嘛。你就是有咧烦恼，我才讲讲破除烦恼方法。所以咱伫世间呐，以各种的啊智慧来破众生的万年恶缘。哦，那么咱若无修行的时，一句话。这功想书开始，不悟也犹如夜头灯啊，无悟不悟啦，不悟犹如夜头灯，无窗暗室得光明，无窗门暗室内底你得到光明，此生不悟今生度，初生不悟今生度。更待何时度此生？更待何时度初生？好、哦，这四句我时时在我心内，我脑海内。啊、哦，那说爱国，办了代志用爱心去悟。啊，你经有用就加减读，啊去悟。我办了代志也学因缘果，啊，我也因，我也缘，也果，果就是咱现在的果。所以按你领悟，咱才会精进；无领悟，咱未精进。那么坐禅是安那会成佛，还是未成佛呢？我今日讲了，然后比说生，大家公平；义嘛公平，执着嘛公平。第八，常一切法，四谛嘛公平。九是佛，十如来。哟、哦，啊你然后比说生，你今日唔去过，目睭看到诶。唔去过，耳仔听到，唔去过，哦，啊，鼻仔要闻到，唔去过，嘴子，哦，这里，啊，感觉到，唔去过，身躯寒热，唔去过，咱哪有可能去证到佛啦？哪有去我证到佛的境界呢？无可能嘛！
金双修见真心，老天赐福见天坛，足得流芳禅机山。黄道之国平天下，禅经双修见真心，老天赐福见天坛。